惊了你的见识，因为它消除了你的业障，因为它教导了你因之力，因为它强化了你的能力，因为它助长了你的定慧，因为他们是你的欺骗你的人，感激变得你的人，感激亲你的人，感激绊倒你的人，感激支撑你的人，感激所有使你坚定成就的人。的人。